去了？他为什么会突然变得那么生气啊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心里一点都不难过。不管你和谁接吻或亲戚接吻，我都不在意。亲戚接吻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接吻，完全不在意，所以我一点都不在意。明明就超级在意的，不过他为什么要在意啊？算了，我还是先走吧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躲在这边偷看的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真的，所以我什么都没听到。